在下锦衣卫吴峰。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知县？在下任职不久，半个月前才调入京师。那你们在这儿干什么？奉命送刘大人赴青天。有点勉强吧。既然是送我，为何不从京城送起，却要等在这山野里面？此去就要进入山区了，恐有盗贼出没，所以在下在此等候。你们等了多久了？两天两夜。谁的命令？锦衣卫统领。姓谁名谁？在下不知道。我们可以走了吗？禀刘大人，前面的路被水淹了，我们只能沿山路绕过去。请问吴大人，进山之后天黑了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带了伙食干粮，随时可以生火进食。崇山峻岭，豺狼虎豹，你们可真会挑地方啊。委屈两位大人，请吧。他们是什么人？他们是一支刚刚组建起来的秘密队伍，锦衣卫。他们究竟是干什么的？实话跟你说吧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我想，我们应该是插翅难飞了。那父亲。站住！刘公子，你干嘛去？打水啊！你回来，我们替你打。刘公子，这山里可不安全呀，以后有什么需要的话，请吩咐一声，在下替你去办。知道了。
父亲，他们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？囚犯。灵儿，刚才你要是再敢多前进一步，你就没命了。难道今天就是我们的末日？灵儿啊，这四个家伙是奉旨来取我们性命的，都怨我，父亲连累了你啊。父亲，我并不怕死，再说咱们父子俩能死在一块儿也是一桩幸事。你比以前豁达多了，我太相信皇上的恩典了，我们不该离开京城啊。为什么？皇上可以抛弃任何人，但绝不允许别人弃他而去。我们只要待在皇上眼睛能看到的地方，他才会放心，我们也可以活命。而只要我们离开了皇上的视线，他就不放心了。父亲，既然要杀我们，为何不在京城动手？那不更方便吗？在京城杀我们，动静太大了，到那时朝野沸腾，百官震撼。而我们如果要死于山野，皇上就可以告诉百官说刘伯温遇上盗贼了，或者说刘伯温旅途风寒暴病而亡，接着还会为我们设坛祭奠。还记得小明王啊？记得。小明王沉船淹自己，皇上还让我给小明王写悼词呢。现在好啊，这个事情轮到了我自己的头上了。真卑鄙。灵儿，卑鄙二字适于君子，不适于君王。君王是出于需要，基于利害，卑鄙与否与此并无关系。父亲，您才真是豁达，难怪您能早早的写好遗嘱啊。可惜啊，写好又烧了，我还是太相信皇上的恩典了。就在这儿过夜。遵命。石柴，是我。天涯处处埋忠骨，何处草木不风流啊。父亲，你看那不是青天山吗？是他，既然非死不可，那我们也该死于名山之巅了。无风，刘大人，我想问你，明天黎明，我们想登上青天山顶看日出。当然，我们能不能活到明天黎明？大人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心里有数，直说吧，我们能否明天登上山顶看日出？能。
在下陪大人登顶。多谢了。父亲您看，真是天下第一盛景，而来此观看日出不知多少次，从来没有至此这么壮观。观此一景，死而无憾。上次您是陪皇后娘娘一块来的吧？那天夫人看了此景，却是陶醉不已啊。下回您再陪皇上到这儿来几天如何？博闻有义，天造勤啊。刘大人该走了。吴大人，你们下手吧。请大人下山。你们还不下手？在下说了，请大人下山。青田镇已经到了。不，还没到。在下奉命送刘大人返乡，但现在还在镇外。父亲，他们怎么还不动手啊？我也不知道。难道他们要在家门前杀死我们？不像。刘大人，刘大人，青田镇已到，请刘大人归家。你们不下手了？请刘大人在录影上签个字，在下好回去复命。身上没带笔，就留个指印，烦你回去交差吧。刘大人，保重。我明白了，我又错看了皇上。皇上并不打算杀我，只想借此震慑我，让我老老实实归乡自养，规规矩矩度过残年呢。皇上天威，千古罕见。
厉害。不孝子博文回家了，此生此世博文再也不离开青天，再也不进朝廷一步了。老爷，您这一觉可是从昨天傍晚一直睡到日上三竿呢。可不是吗？十多年了，没睡过这么好的觉，这真是家中床太平觉，寻遍天下找不到啊！往后啊，这种太平觉，老爷可得天天睡了。嗯。我这刚刚回来，应该没人知道，怎么会有客人上来？我去看看。刘大人吉祥。大人吉祥，您这是？皇上念刘大人出返乡里，恐怕衣食等物一时难以必备，特赏赐早餐一席，命下官送到府上。刘大人请看，这是八宝粥，这是细面膜，这是小笼包。谢大人。臣刘伯温叩谢天恩，给刘大人送屋里去啊。大人，下官是东阳府主仆张毅，大人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吩咐。大人，东阳离这儿将近百里啊。不远不远，大人有什么需要，下官插上翅膀也得给您送来啊。父亲，您先别动，让儿先尝尝，万一有毒。皇上如果是想害我，大可不必这么麻烦，放心吃吧。我相信这是皇上的恩典，不是毒药。这味道还真不错。看看咱们过的什么日子呀，坐在青田山庄吃着京城的小笼包子。这就叫做青田自养，生死由天。我倒希望啊，天天能这样。皇上这个人啊，一旦对你好，那可真是好的让你样样都舒服。父亲，您慢着点。中堂大人，中堂大人，青城知县史正文拜见中堂大人。是本地的父母官，幸会幸会幸会。伯温，这里有礼了。中堂大人承恩返乡，下官愚昧，得知晚了，未曾出城远迎，请中堂大人恕罪。岂敢岂敢岂敢。大人请起。伯温从今天开始就要在大人的治下谋生了，还请大人多多关照啊。大人请起。大人，这是怎么了？被恶奴们打的都打折了。堂堂的一个县令大人在自己的地盘上叫恶人们打折了膀子，这真是千古奇谈呐！下官也是羞愤不已。
都没脸升堂了。到底为什么呀？三天前，下官在集市看到一群欺行霸市的刁民，便令衙役上前盘问，谁知他们非但不退，反而把衙役当场摔了个跟斗。民众们见了无不骇然，下官便令捕快拿人将那动手的刁民带回县衙审办。做得对。不料当天下午，一群恶奴冲进府衙，砸了官案，抢走了犯人，还把下官的胳膊给打断了。他们是什么人，竟敢如此放纵？只能怪下官有眼无珠啊。从集市上带回来的那个刁民，他叫蓝宝玉，是洪都侯蓝玉将军的义子，刚刚在城东买下了宅子。下官是朝廷命官，青田知县，竟然在自个儿的地盘上被自己的属民如此欺凌，下官还有何颜面在此为官？下官简直是生不如死啊。明白了。中堂是督察院左使，高风亮节，名重天下，也只有您敢于弹劾皇亲贵戚、文臣古官。小臣请中堂大人做主。我现在是无知无权呢、啊、我只是乡间的一介小民。大人，虽然你承恩归养了，可是只要你一句话，谁敢不听啊？我一旦开口，那就不是小民了。何况我这次归乡，不但要做一个小民，我还要做一个规规矩矩的顺民。父亲，这枕头和被子多年不用都朽了，明日儿再到集市上添置些。去吧。哦，对了，到了集市上要当心，别惹是生非。这集市上能有什么是非呀？有啊，蓝玉的家奴在青田镇上称王称霸。禀刘大人，皇上惦记您，说您出返乡里，日用之物恐怕一时难以匹配，令京城内务府送些被褥和衣服来。这两个绣花枕头是皇后娘娘赐给您的。谢皇上皇后惦记，臣刘伯温叩谢皇恩。列位辛苦了，进来吃杯茶吧。嘿，不了不了，在下就不打扰了，祝刘大人美梦成仙。莲儿，快看看，咱们正缺少被褥枕头，皇上就赏赐下来了。这可都是皇上御用之物啊。父亲，你闻闻，还熏着香呢。哎呀，隔好远我就闻出来了，这都是皇上的恩典呐。父亲，今儿清静，我想他们应该不会再赏什么了吧？你还天天惦记着皇上赏你啊？我呀，是被他们赏怕了，他们回回都是从天而降，就好像守在门外似的。开门吧，出去走走。
我都有点不敢开这个门了。莲儿，开吧。父亲。敢问，列位是来干嘛来了？请问刘大人今天是不是进山祭祖？是。皇上得知刘大人今天上山祭祖，特赐香烛、冥钱、果品，另外还有猪牛羊鸡在山下伺候。那大人是？下官是太常寺祭司。皇上得知刘大人今儿祭祖，特令我等前来陪祭。关上，关上。莲儿，哎，你说咱们今天去祭祖，皇上怎么知道的？嗯，儿今天也琢磨了一整天，可想来想去，只有一个可能。前天咱们上山采竹笋的时候，您提到个祭祖的事。没错，可这旁边当时没人呢。当时远处有几个樵夫，保不定就是什么禁军检校。皇上如此的赏赐，搞得人是心惊肉跳啊。父亲，皇上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自己动脑子琢磨，就当我死了。而琢磨着，皇上是要通过一日一赏来告诉我们，你刘伯温的一举一动都在我掌握之中，你只能做一个规规矩矩的顺民，不可越雷池半步。有这个成分，但我想不会这么简单。要真是这么简单，我们收下赏赐，规规矩矩的过日子也就成了。我想不仅仅如此。那还有什么？皇上在等我回去。什么？皇上已经准我归养了，天子一言不能反悔，所以他就用这些赏赐想把我逼回京城去。天子在上，恩便是威，威就是恩呐。您才回来几天呢？您就要重回朝廷？不，我死也要死在青天。莲儿，笔墨伺候。您要写什么？谢恩折子。我先准备好几道谢恩折子，恭候着皇上的恩典。皇上赏赐一次，我就呈一道谢恩折；皇上再赏赐一次，我再呈上一道谢恩折。反正我是装傻充愣，一个劲儿的谢恩，就是不回京城去，看皇上能把我怎么样。禀刘大人，端午节快要到了，皇上赏你粽子六品，肥鹅一只，花色点心四盒。
请面呈皇上，刘伯温在乡间望北而寇，恭谢皇上天恩。中书省有啥变化呀？据锦衣卫禀报，胡惟庸已经迁入先前杨宪的正室房，另外杨宪所订立的章程法纪也全部撤除，胡大人另行制定了新的章程法纪。请坐拜茶不？如今有坐也有茶了。这一点就不如杨宪了。李善长情况如何呀？据锦衣卫禀报，李相主格宽松，事事放权，各项政务均由胡大人说了算，李相只是在折子上签个字。这李善长啊，乐得不管事，而胡文庸呢，又格外乐意管事，这两个人倒是蛮配的。啊，你看，这又是刘伯温的感恩奏折，他现在咋样？据钦田锦衣卫禀报，刘大人整日坐立不安，吃不下睡不着，如处牢笼。继续赏他东西，让他要啥要啥。遵旨，末将已经安排妥了。刘大人吉祥，奉朝廷吩咐，我们俩给您送芝麻烧饼和鸭血汤来了。你们为何把炉子也带来了？朝廷吩咐，烧饼要用炉子烘的，汤要用炉子煨的，要不然会走味儿。咱俩正好雇辆大车，连炉子一块儿从京城给运来了。请二位师父转呈皇上，臣刘伯温在乡间朝北而寇，恭谢圣恩。刘大人，您千万可别给折子，这个东西尊贵，我们可呈不上去呀。您要是慈祥，您就多赏给我们两个大钱呗。好，那咱就一人半罐。朝廷吩咐，大人要是喜欢烧饼，我们俩每五日给大人送一回。够了。我哪来的那么多钱？这送到什么时候是个完呢？哎，刘大人，哎，刘大人。还是回京城吧。父亲，我们才回了九天呢，这种下的葫芦才刚发芽。葫芦发芽和皇上发怒哪个重要啊？我隔着八百里地都能听见皇上的心跳，我都能听见天子无声的咆哮。父亲，他咆哮什么呢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无论我们逃到哪儿去，都是在皇上的巴掌上。我也受不了了，谁知道明后天他们又会送什么东西来。
我们好像成了老鼠，皇上是猫，总是在暗处盯着我们。归阳，归阳，欲归无处何以飞扬？莲儿，明儿一早咱就返回京城。算是没有人给送东西了。不，不好。怎么不好了？皇上知道我们要回京了，所以不必再赏赐了。莫非昨天晚上皇上就睡在咱们屋里？在下吴峰，拜见刘大人。吴大人，辛苦了。来了几天了？没多久，昨天刚到。昨天刚到就知道我今天返京？刘大人，烧饼师傅跟鸭汤师傅就是在下送来的。在下琢磨着，或许你也该回京谢恩了。吴大人，锦衣卫们都像吴大人这么聪明吗？谢刘大人夸奖。路上，二位要是饿的话，在下有芝麻烧饼。多谢。刘大人，上路吧。甘肃巡检司上奏，说驸马都尉欧阳伦的家奴有一个叫周宝的，与巡检司署吏狭路相逢，还撞了车，双方都有伤害。这上面言辞含糊啊！驸马的家奴不待在京城，跑到甘肃干啥去了？甘肃府衙的锦衣卫也有密奏上来，眼下事情不确，末将正令属下详细探查。不管确不确，密奏上是咋说的？密奏上说，那位巡检不是撞车受伤，他已经死了。接着说。据报，驸马都尉欧阳伦违反朝廷的茶马贸易禁令，派家仆周宝去西北贩茶牟利，被甘肃巡检司查获，周宝仗势相争，最后打死了那巡检司署吏。皇上，末将正令手下详细探查，或许甘肃府衙奏报的是实情。或许，或许是甘肃府包庇驸马爷呢，或许是他们向咱献媚呢。去，把欧阳龙给咱叫来，快去。是。
阿烈，烦你到千安皇去一趟，替我把布册取来。哎。什么事儿啊？皇上把驸马欧阳伦关进了大牢，罪名是违反朝廷茶马贸易禁令，并纵容家仆周保打死甘肃巡检吏。欧阳伦认罪了吗？没有，欧阳伦一口咬定对此他一无所知。那就没事儿。皇上也不好对自个儿女婿用刑，关上一阵子就会把他放了。不，皇上已经下旨，将那个殉职小吏连升三级，并要霸夺欧阳伦爵位俸禄，把他流放到甘肃戍边去。区区小事，皇上为何发这么大脾气啊？皇上疑心这件事里头有官官相护，蒙蔽了皇上，因此皇上才雷霆大怒。我们有人牵扯进去了吗？只怕有一些。谁呀？相国，您还是不要问的好。说一个我听听。比方说甘肃省参知政事李善信大人。我弟弟。相国，属下仍然是什么都没说，你也什么也不知道。我是什么都不知道。魏庸啊，这样吧，你到牢里去探望一下欧阳伦，让他明白我们大伙儿都惦记着殿下，让他当讲的讲，不当讲的一概不知。即使是流放出京城，我们大伙儿也能保殿下一路平安，三两个月就回来。知道了。还有，这个案子还在内务府吧？我马上下个手令，把案卷调到刑部同时审理。你给刑部打个招呼，让他们务必一律办事，要办得谨慎妥当。他们应该明白吧？明白，严谨妥当。哦，还有个事，欧阳伦是长公主的夫君，你把欧阳伦获罪的消息透露给他。长公主的生母贤贵妃去世的早，皇后娘娘最疼长公主了，明白吗？属下明白了。小心眼，人。
臣敢问皇上，此案牵扯何人呢？是不是驸马都尉欧阳伦的案子？你带回来个这么大个事儿，你觉得你自己可以躲得开吗？